深秋时节，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470万亩胡杨林浸染秋色，犹如金色的海洋，美不胜收。据了解，沙雅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，塔里木河在境内蜿蜒盘旋200多公里，形成众多湖泊和水域，为胡杨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。